每一代拍立得都收藏起来是什么体验？上海首家拍立得收藏馆给我一墙的震撼。儿时攒很久才能买一台，这里居然集齐了，还能任选一台拍照留念，圆梦打卡完成。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。夏日风一吹月，厉害的，好奇的。20岁男孩喜欢的，30岁男人喜欢的。That's good.视频的这个人长命百岁，家庭和睦，幸福如意，财源滚滚。